降气洗脏功。降气洗脏功是排浊留清的功法。行功时，随双手动作，一领大自然混元气，由头顶性功进入体内，与体内混元气合二为一，像冲淋浴一样冲洗三焦五脏，把体内的浊气从脚下涌泉穴排出体外，要有通体透明极其舒泰的感觉。三丹采气功，三丹采气功是采收大自然混元气的功法。上丹采气，随动作的引导，意想天地混元气由祖窍进入体内，沿中脉落到中丹田。中丹采气是以意领气由肚脐直接进入中丹田。下丹采气则由体外进入会阴，斜上行到命门，再由命门导引到中丹田。双掌揉球功，双掌揉球功是聚气调和阴阳的功法。转掌时以身代手，意想手中有一个气球团与丹田气球浑融一体，内外合一地同时旋转。三丹开合功，三丹开合功是锻炼内气鼓荡的功法。此功法要内外合一，周身一家地开合鼓荡，以心意带动手臂，意想大自然与自身融为一体，丹田与大自然随着手的开合而鼓荡，动作内外与上下要协调一致，以丹田为中心，开始由丹田向外开，其大无外，合时由外向丹田内合，其小无内。
月旋转功。日月旋转功是胸腹开合与转磨心肺两脏的功法，以日月比喻心肺。动作时，心意引领两手的气场与胸腔内的太和元气相合，内外同时转气，荡摸心肺两脏。环形伸缩功，环形伸缩功是修炼周天混圆圈的功法。动作时，身形如蛟龙入海，前伸后缩，又好像在空气中游泳，意想大自然与自身合成一个大球体。从后向前伸时，以后腿和督脉接通天地。从前向后缩时，以任脉和前腿接通天地。单腿升降功，单腿升降功是修炼疏通下肢经络的功法，按阴升阳降之法修炼，这在功法上叫阴阳颠倒。双手沿腿之内侧阴经上升到丹田稍定一定，然后转到环跳穴，沿腿外侧阳经下降，绕过涌泉穴，再内转，沿阴经上升，进入丹田，再转身到环跳穴，沿阳经下行，反复运行，待集中于丹田后，降气收功。双腿升降功，双腿升降功同单腿升降功一样，也是修炼疏通下肢经络的功法。开始时，双手抱腹外转到环跳，然后沿双腿外侧阳经下降，沿阴经上升，意气运行路线仍然是外降内升。这里要注意两点，一是在由会阴向中丹田提气时，会阴要微微内吸，用意念带动作提纲提尾缕。第二点是气行到中丹田时，要稍定一定，不要急于下行。带脉磨盘功，带脉磨盘功是修炼气通带脉转丹田的功法。小磨盘行功时，意念随手的动作从丹田引向命门，然后绕带脉与外形同方向旋转。大磨盘行功时，意念随大圈转带脉，随小圈转丹田，以命门和肚脐接通丹田与带脉。乾坤开合功，
乾坤开合功是修炼丹田混元气与天地混元气共同鼓荡的功法，在鼓荡中逐渐做到五心归元。五心归元是指两手心、两脚心、头顶心同归中丹田。上开下合时，开天合地；下开上合时，开地合天，逐渐形成天地人合一的三才混元气拳，运化周身。收气归丹功，收气归丹功是将大自然中的清新之气收于中丹田的功法。一想肚脐外像个喇叭口，随着手的动作，大自然的清新混元之气不断向中丹田涌入。保健按摩功，洗头摸面，用两手的内气从劳宫穴发出来洗脸。按摩两耳，用两手大指堵住耳朵眼儿，往外猛拔三次。搓磨银香，用两指大指第一关节搓磨鼻子两边的银香穴。拍摸肩颈，用两手交替拍打左右肩颈穴。拍摸合谷，两手合谷穴相对拍击。拍摸内关，半握空拳拍摸内关。拍摸手三里，半握空拳拍摸手三里。抓捏极拳，五指抓捏腋下极拳。拍摸后腰，半握空拳拍摸后腰。拍摸环跳，拍摸风势，拍摸足三里，拍摸尾中，拍摸丹田。收工，踮脚踮背，脚跟踮起，下落时震动一下。抖动双膝，前后抖动，金鸡抖林。收工，转腹大收工。转腹收工时，男子逆时针左上右下正转36圈，从丹田开始越转越大，然后反向再转24圈，越转越小，待集中到一点时，用意念从肚脐吸入中丹田。女子旋转方向与男子相反，女子阴抱阳，男子阳抱阴。